各位同仁，新年快乐！春节假期已经结束了，各位并已就工作岗位，我谨代表公司经营团队，在这边向各位以及你的家属再拜个晚年，祝大家新春愉快，家庭幸福。今年细品迈入第34年，29年来，我们踩着稳健踏实的步伐，持续的努力。我期待在马年大家能够更加精益求精，马到成功，再创我们个人与公司的高峰。谢谢。